我还没进游戏呢。我去，这什么鬼啊，真全屏罐。兄弟们，这不开透视你们看得懂吗？看不懂啊。所以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呢，我们打开透视。那有没有人数一下这是多少个罐子啊？恭喜你数错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关地图外面的罐子呢，基本都是不可以手动砸的，但是这十个除外，唯独二爷不可以砸。下面的罐子最后一个应该是巨人僵尸，前面的看起来有可能是空罐，也有可能是小鬼僵尸。中间的植物罐是重叠罐子，咱们先不管，先把蹦极僵尸砸了再说。上面的空罐能砸的咱们也给它砸了，罐子多了看起来有点恐怖。哎，泥土鸡僵尸，前面这个普通僵尸咱们用大蒜把它给凑下去。哎，暂停一下啊。哦，倭瓜僵尸那不是刚好吗？那这里可以放植物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把真哥放在这个位置了。砸罐模式里面的蹦极僵尸有时候看起来是在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是在其他的位置。真哥放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我们可以打零路的僵尸。最前面是一个矿工僵尸，希望他不是一个聪明的矿工。那就出来吧你，这个泥土鸡僵尸怎么还不走啊？那有两个辣椒就太好了，咱们先把五路给打了，因为五路前面有一个投石车僵尸比较难顶，后面的小丑不可以炸哦。那就来吧，让巨人揪出小鬼之后，我们再放一个辣椒啊，多拿一个卡片。双头射手，我去。那双头射手的话，我们可以打雪人僵尸啊，下面还有一个雪橇僵尸也可以打。还好刚才我们辣椒没有把雪橇僵尸都炸了，不然全是坚果墙的话我就凉了。来了一个土豆雷，咱们把这个骑士僵尸也给炸了。又来两个真哥，这个真哥非常有用，我们待会儿打第六路的时候，五路需要放一个真哥收尾，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小丑僵尸，现在放的话很明显是白放，但是我好像发现小丑前面都是空怪了。哦，有一个普通僵尸，那没事，咱们有双头射手的减速呢。咱们现在呢可以刷零路，零路有一个武王僵尸，你们猜一下武王僵尸他怎么召唤小弟，我们先卖一个关子，后面你们就知道了。该死的，怎么是一个保护伞铁桶呢？这玩意儿如果瞎投的话，这把就没了呀。我们这么好的阵容，哎，有人打篮球，那就没事了呀。只要没有小丑僵尸和巨人僵尸出来砸罐子的话就没事。但是这篮球他不打完的话，我们也打不死。有倭瓜，危险解除。我们这伤害应该可以搞一个巨人僵尸，火炬树桩不能浪费啊，兄弟们，放在巨人僵尸屁股后面可以增加输出。前面这个大爷呢有点难顶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咱们把三路的仙人掌给铲掉，然后两个真哥配上猫尾草还有大蒜应该是可以拖住的。哎，又来一个辣椒，你看大蒜还是有点用的吧，成功把它给拖住了。这个巨人僵尸呢，哦，直接没了。那有辣椒的话先把一路给搞定呗，怕什么，直接炸。还行，来了一个机枪射手，没地方放啊，那就卷心菜走你。那现在的话我们有磁力菇，可以打一个铁桶僵尸，希望不要是保护伞铁桶。这个南瓜头铁桶也还好，应该能打过。又是双头，现在咱们有磁力菇呢，先把前面的辣椒僵尸打干净吧。那现在有土豆雷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打巨人和大爷了呀。打四路的好一点，四路咱们输出要猛一点，看一下还有多少血量。我点错了，你们相信吗？我真的点错了。还好有加农炮来救场，那就没事了，兄弟们。加农炮可是我的吉祥物啊，每当我有困难的时候，它就会及时的援助我，比耶稣还管用。这三个小伙子，一个掉高坚果，一个掉寒迷菇，还有一个掉双发射手。哎，你别说，我还差点把这个气球僵尸给忘了。那咱们把这个小丑僵尸给炸了，这个小丑僵尸好像没用吧？一路有小丑，二路的小丑就没啥用。咱们四路呢也有小丑。我刚才没有注意啊，咱们上面的武王僵尸还没有打。上面的武王僵尸呢只会在一路召唤伴舞僵尸，而且是一直召唤。那这里呢只能炸了，免得他把我的加农炮给吃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呀，要么咱们打上面的零路、一路、二路，但是零路有二爷，要不咱们打三四五六路，是不是？但是看起来呢三四五六路应该要合理一点，毕竟二爷咱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对付他。哇，这四个红眼齐头并进。哎，六路还有一个雪橇僵尸，这玩意儿开局没法刷，只能现在打。这四条路的红眼不来好植物的话没法玩啊。辣椒可以拯救一下，全都丢小鬼可以，快点丢小鬼啊兄弟们。看看第六路空罐是什么，这矮个头应该是小鬼僵尸了，我们后面放的真哥放的真的妙啊，可以防小鬼的。
第六路应该全是小鬼僵尸，但是第六路的巨人他负责砸罐，但是他也不能把小鬼丢进家呀，现在这个位置可以丢小鬼了，兄弟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没有植物当他丢小鬼啊。我们还有加农炮，我差点忘了，那就只能用加农炮给炸一下呗。来，好植物啊，兄弟，你不会不丢小鬼吧？樱桃来了，樱桃来了就可以了，咱们先让他丢小鬼啊。还有两个樱桃，这两个樱桃真哥应该可以打死小鬼吧，希望后面的罐子全是小鬼僵尸，又有猫尾草，那就行了呀。樱桃快消失了，我去。我去，完了，樱桃消失了，这个巨人僵尸我不会打不死他吧？三叶草减一下速啊。但是呢，你现在又不能死，你现在还有一个罐子没砸的。看一下，还有1000，哇，加农炮来得及时，这个加农炮拯救了我们，兄弟们。上面一个加农炮也来了，那就没事了。没事了。16路联动，又来一个猫尾草，那这一关不就行了吗，兄弟们？这一关有惊无险，成功拿下啊！咱们先把那个小丑僵尸给干掉，没有僵尸空罐是吧？现在就剩4个僵尸了，现在就是一开啊，就是打这3个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二爷可不能炸呀，我们只能炸下面2个红眼巨人僵尸啊。二爷现在炸的话就跑起来了，我们红眼巨人僵尸需要打伤害的。来吧，先把红眼巨人僵尸给干掉再说。二爷的话，咱们可以拖到后面2个炮打一波预判就行了。我去，一口把我加农炮给吃了，那现在就有点麻烦了。现在这个二爷巨人僵尸在为他扛伤害，如果现在这个猫尾草打二爷的话，我们就没了。巨人僵尸的血量还有点多，应该可以扛住。我真想把猫尾草给铲掉，但是我又怕巨人僵尸打不过，还有600多血，还有400多。扛住啊，扛住啊，兄弟！现在我们要预备一下了，预备一下。豹子打到豹子就放啊啊放！完了！怎么豹子掉这么快啊？这个位置的二爷去打预判，这是厕所里面打灯笼找死啊！这一关我足足打了3个小时都没打过，头都给玩秃了。看完了也拉完了，谁能拒绝在上厕所的时候看一集植物大战僵尸呢？不是，你们之前说我视频下饭，我已经慢慢的接受了，但是这玩意儿还能下屎？我不信。为什么朱先生只在中午发视频？因为早晚会凉。我不信，下次我半夜起来给你发一个。今天我们要玩一玩一弯35罐的升级版，1枪25罐，超高爆率，火力全开。这话怎么说的像个夜游一样？总之遗憾的就是这一关除了初始的250阳光，不会再给你掉落阳光了。费什么话呀，直接拿普通僵尸开刷机枪射手，这还不是乱打了。嚯，这什么情况，开局2个猫尾草，这还要啥自行车啊，直接再来，这不乱打吗？除非这罐子里面全是僵王博士。2个双子向日葵，不是说这一关不会掉落这个阳光吗？那这样的话这一关耶，这果然不是掉的阳光，掉的是金币啊，我金币都是满的，那我留你何用啊。再来一个普通僵尸，哇，认真的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，我从来没有如此欧气过，开局全是纸卡，这梦幻开局本来是5星关卡的难度，直接掉到了1颗星都没有了。那就最后一个普通僵尸把它刷了吧。还掉纸卡吗？2个磁力菇，这种爆率说实话我之前还真的没见到过，之前我已经认为自己够欧了，时不时来一个猫尾草，时不时来一个加农炮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我这是神，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欧呢？难道是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上帝了，他说会满足我一个愿望，但是需要拿我最宝贵的时间来做交换，我正准备许愿发大财，但是被一条私信吵醒了。一个粉丝私信给我说，叫我玩什么一弯35罐的后续，叫我再测试一下欧气。不是，这一波狸猫换太子我没搞清楚啊，你怎么把我的愿望都给换了呢？我的天哪，我的10套房子8辆跑车被你这么一整没了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能找二爷出气了呀。当我拿出照妖镜一照，这僵尸头上有几根毛我都知道，当欧皇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就不必再大惊小怪了，这还不得全砸了，来干他丫的。
我他妈这不会真的是拿我的时间换的吧？这一把再不放的话就说不过去了，上一次没放那可把我喷惨了呀，但是这一把我不怕了，我甚至还可以说出那四个字，有手就行。哇，今天的暴力我都真的不想说了，这全是豪华阵容，最后一个红眼把他干掉，但是今天要凭我自己的运气把他打过去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就不用嘴哥了，说实话用嘴哥有点欺负人了。当姜王博士下来第一波的时候，直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，然后他就回去了。哎，他拿我没办法呀，早知道你这么怂，我刚才就应该把掉了四个姜王博士全都给你放上来。哦，还偷我植物是吧？我后排几个植物还挺厉害的，被他这么一偷的话，好像输出减少了不少。看看这个铁桶会掉了怎么办？两个磁力菇。哎，我的欧气呢？大老花也掉了胆小菇，这完了，两个向日葵，不会吧？两个箱子葵，这连续掉四个箱子葵了，哥，还好我们的辣椒卡在手里面的，最好是来一个冰球。哦，第四路火球，那没事啊，这个火球要是吐在三路的话就麻烦了，我们三路的输出最高，然后他回去再砸个车，砸掉一路或者五路的猫尾草，那这把可就麻烦了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你这明摆着看不起我嘛呀？这我的三个机枪没了，我不相信我打到这里了我还能翻车不成？一路送植物来了，哇，两个机枪他又回来了，巨人，那巨人就是四个植物卡件啊，丢小鬼赶紧的，我的三个真哥被炸没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丢小鬼啊赶紧的，哎，两个冰瓜，小鬼再来两个真哥，哇，这暴率又来了，我的欧皇运气上面也是两个冰瓜，那这一波姜王博士还有打工仔，来来来回去，哇，两个土豆雷，两个寒冰菇，这一把姜王博士下来的话，哦，踩了，没事，踩了，我们还是有这么高的输出，这一把他下来估计是回不去了。说实话，这一把真的很，哇，这四个机枪，说实话这一把真的很奇怪，像什么水草、荷叶，还有墓碑，反正就是没用的东西掉的挺少的，这一把纸卡掉的是真的多啊，还没挂掉吗？这玩意儿居然还能坚持吗？别坚持了哥，你打不过我的，但是这一局胜负已经分了，姜王博士开始闪烁了，证明还有十分之一的血量。我这一把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把刚才的四个姜王博士全放上来，要是全放上来的话，就凭我今天的欧气我能把他们打哭，你信吗？哎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开局不是有一个可移动的机枪射手吗？哪里去了？我都把他忘了，算了，不管他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等待最后的狂欢吧。来了，姜王博士他又来了，还真不怕死啊这玩意儿。那就再见啦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个罐子就有意思了，名字叫一弯三十五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用一个双发打败三十五个僵尸罐子。豌豆可以移动，打死僵尸会随机掉落装备。据说这一关只有真正的欧皇才能打过去。真正的欧皇，那不就是我吗？你干脆直接报我身份证得了。那我们开始砸，第一个僵尸是一个小鬼僵尸，那这不是有手就行吗？我突然发现卡槽上面有一个普通僵尸，价值250阳光。哦，第一个，这就是第一个小鬼给我的礼物吗？我们再砸一个，哎，还是小鬼。什么，这一关只有真正的欧皇才能过啊？这飞球也能过的好吧？小鬼会掉落什么呢？火炬树桩还有一点点用，看看会掉落什么。哎，反向狂发，那我们就从后面砸不就得了吗？简单啊，全是普通僵尸、小鬼僵尸，这一关又有什么难度呢？仙人掌、辣椒，太简单了，仙人掌放在第四路吧。又是仙人掌，那我们再砸一个。啊！我操，这原来这一关是这么操作的呀！前面一些普僵和小鬼已经被我干掉了，虽然掉的植物有点垃圾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嘛。矿工僵尸，你确定不是来给我白给植物的吗？先把矿工打死吧。你二爷的，果然是白给植物啊，这一个睡莲有啥用啊？我的天，普通僵尸。哎，我发现前面的僵尸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僵尸，然后强的僵尸都是在后面的。三线，有三线的话还不错，再打一个普通僵尸，来一个加农炮。你听不懂我说话吗？来一个加农炮，你来这个干嘛呀？四路相当于一个机枪射手，可以砸。大爷，他
也好像打不过呀，这麻烦了，这可麻烦了，怎么办？阳光也不够，阳光只有200。其实我们可以依靠卡槽里面的普通僵尸来为我们收集卡片的，是不是？植物卡片的。完了，这大爷可能打不过了。二爷，完了，就没有一个普通僵尸给我打了吗？全是二爷的吗？这里有一个普通僵尸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就不信了，哎，来了一个路灯花，那这不就稳了吗？普通僵尸先打死再说。哎，你管这玩意儿叫普通僵尸？哇，兄弟们，不是我不想赢啊，这玩意儿真的没啊，这两个都不是普通僵尸，完了，这怎么办？普通僵尸在这里，普通僵尸在这里，赶紧掉落一个，掉落一个什么呢？掉落一个毁灭菇吧，毁灭菇才能拯救我。哎，加农炮好像也行哦，加农炮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哎呀，但是这距离炸不到两个僵尸啊，只能炸前面一个了。看看能掉落什么装备吧，没炸死。啊，一个加农炮炸不死高坚果僵尸啊！高坚果僵尸血量太厚了，这一把必须得对自己狠点啊！如果这一把再不过的话，吃奥利给，吃三道啊！嘿，不是，看来老天爷还是不想让我吃奥利给的嘛，那就来吧，我们等伴舞出土，来吧！我，这什么情况？完了！我感觉上帝是不是在愚弄我啊？十个大蒜，我的天！没办法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再砸了。矿工僵尸还好，我们有一个磁力菇，还不错。矿工僵尸，哎，这别往下面走了。哦，我们有双发，可以移动的，可以移动的，没关系。再上来，再下来，再上来。OK， 加农炮在哪里？哎，双子向日葵还不错啊，我们有阳光之后就可以种卡槽里面的僵尸，为我们收集植物卡片了，是不是？阳光够了，我们放一个普通僵尸，看看会掉落什么呢？加农炮，我要加农炮，双发，双发也还行吧。我记得山路后面是一个普通僵尸，果然稳了，这一把稳了。哎，嘴哥，你早点来呀，嘴哥，一口一个，这不是一口一个吗？啊，这嘴哥不太给力呀，这嘴哥。阳光又够了，继续放普通僵尸。我要加农炮，我要加农炮。来个大老花都行啊，是不是？来个大老花呀！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，你是听不懂普通话还是怎么的？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这里是一个巨人，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个白眼大老花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大老花是不是？啊，冰车，冰车，冰车，这下有点麻烦了，这个巨人有点麻烦了，完了，有冰车挡伤害的话，巨人，啊，巨人，有大老花，相信大老花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大老花，快点啊，大老花，别搞了，别搞了，这大老花是个哑巴啊，你吐植物啊，你吐呀，巨人都在你面前了，不是你一点压来了来了，我，你演，你继续演啊，我配合你，你继续演，你继续演，大老花，脑子今天就不相信这一关打不过，咋的呀？这一关还能卡我两个小时了。我现在已经打了一个小时了，我不相信你能卡我两个小时。寒冰菇，寒冰菇，砸一个高坚果吧，这下你骗不到我，我知道你是高坚果，我打的就是你。嘿，这玩意还把我坚果吃了。哦，换了一个真哥，那赚啊，非常的赚，那就可以把这个路障给打死了。掉了一个大喷菇也还行。哎呦，掉落好差呀，我甚至一度怀疑我的欧皇身份是不是假的。先放一个普通僵尸吧，卡槽里面的，能不能来点有用的？来个猫尾草，来个大老花，来个加农炮，这些植物啊。小喷菇，我的天，小喷菇，这下不能乱砸了，后面的僵尸越来越危险了。感觉这个模式玩着玩着就感觉跟扫雷一样，是不是？非常的刺激啊！最后用大喷菇换了一个地刺，我记得哪里好像是有一个冰车来着，好像是在这个位置，果然是一个冰车啊。无语了无语了，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，这个变身茄子。先把辣椒打死吧，一个双发打一个辣椒应该不会炸。哎，双子向日葵，这一把我又感觉到了希望了，这一把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它过了。现在有双子向日葵的话，我们卡槽里面的僵尸就能收集得更快了。来吧，能不能来点有用的植物啊？我以我欧皇的身份命令你，必须给我掉一个加农，就当我在放屁。阳光又有了，我们继续看看这个僵尸会掉落什么。不要再掉落变身茄子了，求你了。
同样的结局吗？哎，樱桃有樱桃，简单了，我们看一下，那我们就砸一路吧。哎，两个倭瓜，两个倭瓜放在五路，五路不是有很多二爷和大爷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就搞五路，这高坚果肯定是扛不住了，给爷死啊你！哎呀，猫鬼草，这一把我终于要过了，哈哈哈，终于要过了，兄弟们，五路可以砸了，管你什么二爷大爷，我们现在有猫鬼草，还有两个倭瓜，来多少死多少，两个火炬树桩也还不错。卡槽又有阳光了，我们继续放普通僵尸，这一把不能再吃席了，兄弟们不能再吃席了，路灯花照一下，稳了，这一把稳了，还有一个普通僵尸，我们先打五路。二爷，这不是二爷吗？几天不见这么拉了，你来呀二爷，咬我呀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解封了呀，再来一个，完了，有点危险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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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，我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戏，能吃上一顿酒不再挨饿的那种，留不住二爷，一瞬间进了屋檐，